It makes you wonder, doesn't it? If thoughts can do that to water, imagine what thoughts can do to us.所以每天看看我们这副样子就知道了，人的命运，人的吉凶祸福，完全是由自己这颗心来决定的。命由心造，福自我求，这的确是千古不变的真理。我们再来看，这是用德语写的混账，贴到水瓶上。这是法语的骂人话，混账。这是贴上了癌症。这是贴上了放弃。这是贴上了堕落，这是贴上了911，这是贴上了你不行，这是贴上了压力太大。现在人们可以对照一下这一幅一幅水结晶的镜子，来反省我们每一天的心态，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身体那70%多的水分都是什么样子，还有我们身体里的血液，它的细胞，它的分子已经扭曲到了什么程度。那么这个人表现出来就是痛苦、疾病、短命。所以一切的灾难都是有根源的，而第一个最重要的根源就是人们不知道反省，不知道遵循自然规律的去生活。这是给水贴上素食快餐之后的结晶，我们看它已经没法结晶了。人们就知道这些用流水线机器生产出来的素食快餐连水都不喜欢，相反再把妈妈做饭的味道贴到水上，水的结晶竟然是这样的美好。看了这个信息，仿佛连水都非常欢喜，连水都喜欢妈妈做饭的味道。由此人们就会发现人类的亲情是多么的重要。所以中国古人常讲，父母对子女的慈爱，子女对父母的孝敬，是可以感动天地的。现代人一直看不起古人，说这些是封建愚昧落后和迷信，现在科学实验证明了先祖的伟大，妈妈做饭的味道是最伟大的母爱，人性本有的伟大的爱心。水不是动物，也不是植物，而仅仅是矿物，连水这种矿物看了都非常感动，它的结晶都这样美好。我们还能说天地都被感动了是封建迷信吗？我们到今天才明白，自然界的万物对人心的感受从来都不是无动于衷的，你善他就善，你恶他就恶，就像水这面镜子一样，人类可以照一照。今天地球自然环境变成这副样子，世界变成这副样子，我们怨不得别人，因为我们的心正是这副样子，世界就是我们的镜子。所以古圣先贤教育人们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沉迷在现代化的竞争里，疯狂地追求物欲享受的人们，对自然界的真理知道的太少了。你不相信可以再看看水知道答案的科学实验。人类越来越膨胀，迷信高科技，
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上帝，可以创造一切。那么现在就把克隆人这个信息贴到水瓶上，我们看，这就是水结晶给出的答案。而反过来，再回到古代，再让水来听一听古典的真善美的音乐，这是听古琴的水结晶。现在给他听威瓦尔第的交响乐四季，播放春天的时候水的结晶像萌芽，听到夏天结晶就变得茂盛茁壮。听到了秋天就像草木枯萎，万物凋零。听到冬天的时候，真的就像结成了冰。这是听莫扎特的音乐，样子相当的精美。这是听到森林夜晚的音乐，水的结晶也像朦胧的森林。玛丽亚·卡拉斯被誉为二十世纪顶尖的女高音歌唱家，她的歌声华丽而有光泽。现在给水来听一听，人们看到水的结晶也变得华丽，五彩斑斓，而且相当有光泽。现在水结晶的气质和风格和卡拉斯的气质风格几乎完全一致。再给水来听一听日本民歌，它的结晶如同樱花一样美好。现在再来听一听大都市的车水马龙和工地的噪音，水的结晶马上变成了这副样子。再来听听现在的流行乐、摇滚乐。